我要做一个非常特别的特辑，然后邀请了上次我们在突然看到的 David， 他今天呢来特别帮我，就是来完成这一个怎么样子带外国人吃面这件事情，我觉得还蛮可爱的。所以呢，就是跟我们就是在那个在高雄的一个展览有关，叫做《话说盐城面》，所以呢，我非常的期待今天我们会吃到什么面。David， 你刚去爬的玉山对不对？对啊。听说有你的脚还在痛。对啊。好好玩哦！你今天要吃很多面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准备好了。我们先做一点功课好不好？好。现在我有列了一些就是面条的英文，要请这个 David 来帮我。所以刚才问他说 Vermicelli 是粉丝吗？他说。可能怎么那么有趣的答案呢？ David 老师很好，帮我做了一些笔记，等一下呢我们就要去吃这些面啦，期待期待。等一下明明要吃六碗面的人，你突然点那么大杯是怎么回事？肚子饿了？不知道。我们现在准备要去我们要展览的文具店带 David 看一下，就是 SKB， 然后我们的那个展览会在这边进行，就是这个区域，到时候会有 David 跟我的 Podcast 在这边被听到哟。我们现在有一个画面的活动，所以请 David 来给我们示范一下怎么画面，拿签字笔示范一下。我说画你最喜欢的一碗面，这是我跟 David 的作品哦。已经好了耶，给我们看一下你的作品。哎呀好棒啊，赞。 Baby 要拿去交件啊。这边我跟 David 领到了两包笔，谢谢 SKB。 我们现在终于等到可以吃面的时候了，好饿哦。就是要试着每一种都点一个。考你，这个是啊，我已经忘记了。David， 我们现在有好多面啊，有六碗面呢、啊。今天我们都要吃光光，好不好？好、啊。好，首先呢，第一碗面是这个、noodles with sesame paste。对，是是什么？麻酱面。好棒哦！好，这一碗面是这个big flat noodles。啊，这个我不知道，忘记了。板条，板条。嗯，这个是thick rice noodles。嗯，那是记得吗？木什么？米苔木。米苔木。好，这个是 plain noodles。啊，不知道。阳春面。啊，阳春面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 seafood rice noodles。One hour later。